怎么那么多女友啊？奇怪。这边好。哦、oh! ，完了！哎、欸，还好，打不死，打不死。这边尽量不要转到五颗啊！不要转到三组五颗，应该这样讲。这边的话，因为两只一起打会死，所以而且也有一定全体攻击哈，所以这边没办法，一定要把他们带走。洗技能之旅呢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好，顺便叠一下双子，能叠则叠啊。哦，天降帮我叠双子。啊！完了，他要死了，他要死了，他真的死了，他真的死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完蛋了！等一下，哦，一回合，还好还好。等一下，拜托不要天降，拜托不要天降，我把这个暗珠藏起来。好，没事没事。哦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惊险呢？我一度以为伤害不够啊。真刚好啊，真的。这边呢，一个重点，阅读开起来。开起来。这个齁，优格图先变身，先变身。然后就可以排出了。然后记好暗珠位置。记好暗珠位置。有人说第二只是丁小雨，我觉得超好笑的啦，你是怎样？机器少女看太多哦。木珠要用叠的。好，来这边哦，开这个就好。五 C 哦，OK， 五 C， 不用开龙科。这次地狱级算很简单啊，十一对了，十一对了。